好啦，乡亲啊，后礼拜是小年夜，就准备要过年了。高速公路就从一月二三小年夜开始，到二十九号正月初五为止，来取消着逐天二十公里优惠的里程，采用单一汇率。啊，逐天为环半暝十二点到透早五点，专线暂停收费。另外，武陵农场的樱花季后个月初八要开始了，一天限定6000个人入园，啊，赏樱花的专车票。今仔日开始卖，武陵农场的樱花又开始开啊！一年一摆武陵樱花季将于二月七八开始，前后二十二天，一直到二十八的连假。运输部分比较应贵，规划四大疏运管制，包括每一天入场人数6000人，道路交通管制，团客的驻门入场，公共运输接驳等等的措施。专车的车票今仔日开始抢。就讲讲高速公路伫过年变成大型停车场，伫围炉正日工一月二三开始，一直到正月初五，七天国道是采取单一的汇率，取消二十公里免费的这个优惠。半暝十二点到透早五点，全线拢免收费。沿过伫国道三号新的系统到燕巢系统，单一汇率各拍8折。希望讲会使将这个车流分流，高公局嘛提供较袂塞车的时段。包括一月二三到一月二六，正月初二，路南伫下晡一点以后较袂塞车；二七也就是正月初三到初五上班，会使加利用10点前上路，会使撇开车条。过年时车较侪，驾驶嘛要加淡薄耐心。国道交流道电杆除了本来的9支，即卖阁增加3支，包括新竹交流道、南投交流道、大溪交流道，陆续阁有7支会启用。千万唔通伫咧路交流道进前插队，上悬会使罚6000块。甘愿提起包红包，嘛唔通立罚单。